刘备。刘备好，这么一个。哎，我想打个蓝，不是，虽然不想，这是我开个隐身试一下。快跑！咱们去打花木兰。不知道你的名字。我要找个地方安全一下。又一个暗，但是伤害好高，暗杀王超军。先走，先走，远离危险区域。啊，玩的就是偷偷摸摸的啊！我们要抓一些残血的。哎，我操！被那个了。超神了、啊！开隐身也没用，直接干他！还跟我虐啊！靠，互相抄啊！看谁杀的多。这么快拆了，那可能是李白的吧，李白死的少。果然是李白。啊，他助攻比我多，八次助攻，我才拿了一次啊！这都是刺客的天下，对吧？